清楚好多，你知道？我赶快跟我妹说，快快快，今天有人教我怎么拍那个。她说好，那我赶快要记起来。我们就是要有人很明确说，现你要拍到怎样，怎么调多少。哎、啊，我不会说什么自己去试啊，什么美料一样，咱嘿呀，好花动花。今天礼拜天呢、欸，两个好了、啊，一人两个。对啊，一人两个哦。一个多少？啊？太贵了、啊！你牛，我你都起来呀！卖叮当，我来扫进扫位。第一次进去，第一次流到陈俊秀。等一下，这个又陈俊秀，你又高兴不起来了。林立，38，李芝，这么新的怎么抽得到？以及38号。还看不出来是谁。面子挡到了。翻一滚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你敢买？另外，刚刚那个一堆在那边的，应该就是在卖的。各位现场的同行朋友们，大家午安。目前的时间是下午的5:02，原定预计在5:05要开始的比赛，我们受到赛前现实影响，目前全市的运动员在准备的时我是刘婉婷，很开心呢，可以来。
棒球大王的粉丝团暗算的好朋友们，马上要来抽出两位幸运的球迷朋友来送出我们大王的亲笔签名球，待会呢幸运的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 DJ 室来做领取哦。来，第一位是我们
了，我们要进步了，加油！
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圆梦大事。全力奋战！
OK 吗？然后再一个 pose， 可以哦。好，这个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我们先再里面 ，Yeah， 很好。对呀。要看何时。好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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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